是2020年4月26号凌晨的1点钟了，凌晨一点钟，对，后半夜1点钟啊。如果说你还没有关注的话，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啊，欢迎。我有药，你别闹啊，闹哥什么时候来了，兄弟，刚来吗？现在的比赛是巴西队7-7啊。深夜放毒吃夜宵，没有没有，刚才我去放放水。好了，咱们来看看这场比赛，你觉得这个地谁能赢？巴西队能赢啊，还是谁能赢啊？为什么 BJ 打出来三个强反？强反每一个最后一个人才能出强反。想玩这个游戏的兄弟，你们可以点击屏幕左下角屏幕下方那个黄色购物袋，三号商品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，自己来选择。它里面包含了这个游戏，对，还有97啊，包括其他游戏，你们可以看一下介绍。感兴趣的话可以下单购买了。那现在比赛是来到了巴西队韩国 BJ。最后一个人，对，最后一个人每一小局他有一个强反，对。感谢925的比心啊，925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干嘛呀？王总，什么情况？我去。不用客气啊，不用客气，不用谢谢我，可以点关注，欢迎范小小七啊。龙感操盘手，谢你的药。这场比赛打到现在的话是巴西队终于不容易啊。对方你知道对方是用了一个两个主力啊，其实啊不是三主力，所以说巴西队这个打的也很吃力了。如果对方是三个主力的话，巴西队搞不好还赢不到这个分数了。哎呦我天哪，你看这个不知火舞就是来送温暖的，每次都是这样，不知火舞每次都是这样。好，只能靠最后83了，83出强反，夏青可以重拳确认，可以花两段超跟上一个天亮眼，稳了。对方也有一个强反的，好，对方没有资源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哎呀，但是加气好快啊，你看到没有，又是起跳被对方一个前线突破，我去你大爷。炸气准备搓招，哎呀刚才这八字你就好了，对方有一个气，老八这里有一个气，怎么整，不敢跳啊。好了，那比分变成了7-8，死鱼有机会。还稳吗？稳不稳？他对方有一个强反，对方有个强反，他应该是想套路对方强反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应该能防的呀，他为什么没防呢？手滑了。
欢迎6348521892794加入咱们的粉团啊。BJ 那强反没出来，没出，他有一个强反的。哎，居然能让他的大门把他的大门打得掉了，我也是有点想不到，不能理解。还没有关注的朋友，大家可以给主播点关注啊！如果你想玩这游戏的话，你可以点击屏幕下方购物袋里面那个三号那个宝贝。安迪，感谢彩色西装的粉团。欢迎 Mr. 沈啊，晚上好。还没有关注过咱们这个直播的小伙伴，他可以主播点关注，也可以加入咱们的粉团。大家晚上好，现在比赛是来到了7-8，老八现在还落后一分，这比赛打得很焦灼。不会被打一挑三吧，兄弟？这我再踹两脚，八血就没有血了。好，开始打力锤。好 ，A 过去谢风，没毛病，打不死啊！按个手，这里是再次劝出天堂电源了，小跳再抓一个逆向斜风，那么闪电再次找第二次八子女双超杀，还有一个气，嘣，再来一次重手抢招成功，马上两个爪子进闪电推倒，一家暗狗手斜风再推过去，好的，又是一个天堂电源，太帅了。欢迎藤英468，欢迎大佬来到晚上。现在这场比赛是来自于中国八岁 2P 韩国 BJ 比赛，如果说你还没有关注过咱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，大家可以点点关注。都到了这个点了啊，现在来看看韩国 BJ 能不能让八岁把这个比分反过来。哎呦我去，你播一次，哎呀，他在想什么呀？现在是到了赛点局了，韩国的赛点，那八岁月这里要加油了，要加油了。双方首发都是选择了八神安了，都选择大木了，什么八神安的，就是现在大门五郎，这里是一个限定的规则， BJ 要用大门五郎，限定一个大门五郎。欢迎赋予狂奔 Pro 啊，那大家来做一个竞猜吧，你觉得这个比老八能赢还是韩国比 J 能赢啊？现在是赛点局啊，韩国的赛点。欢迎霓虹灯下显沧桑啊，兄弟。好，最佳一个蓝之山确认。这是一个 Max 版的了，蓝之山。都很累是吧？
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到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小伙伴，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咱们这个小众游戏小主播，加入咱们的粉丝团，好吧？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。感谢霓虹的呀。这个比赛打到现在啊，如果可以再见面，你好。欢迎非法昵称加入咱们的1669粉团成员啊，感谢您登台支持。要一条二吗？感谢藤鹰468大佬的66个风车支持，谢谢。给大佬的风车支持。现在的比赛打到现在也是比较的焦灼啊，比较焦灼了。双又是对方的赛点局，比利这也是手上有两个赛点了。八神月要加油了，但是他现在是三个人打对方两个人，还有机会。大魔狼打这个步骤确实要抓到一个天地反的机会来了，这一波连单之后，对方能剩半管血，加油，给力！哦，头上封一段，下鼻两个下鼻之后确认一个天地反，头上封一段，两段，他来一个，准备加一个蓝山，帅气啊！在这个版本里面，大魔狼输出一如既往继承了原版的那个超高的输出能力。谢非法昵称的爱心，谢谢。好了，那现在双方要拼的就是一挑二的一个局面。BJ 这里也打两个满血的角色，不之后来打鲍朵莲娜。在这个版本里面，鲍娜的输出让很多人都为之瞠目结舌，实在太可恶了。感谢宋小宝的粉团，好机会来了，草杀跟上。每次不之后。感谢藤鹰468的188个风车支持，感谢大佬的风车。好，现在的比赛打到现在，来到了反二局成功的局面。老八这里能不能赢啊，朋友们，能不能追平？能不能追平？大家觉得这个币谁能赢啊？八岁月还是韩国的 BJ， 但是双方的 S 级局面，9比9，你猜对了吗？没有关注过的朋友，大家可以点关注啊！哎，我去，我对面的。这样才能加快心跳速度啊！感谢藤原大佬的又是188个风车支持啊！对面要跟我们刚正面，跟我们硬刚啊！我们上分，他们就上分啊！
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刷到这个直播间的朋友，无意当中啊，可以给咱们主播加关注啊，加个团儿。感谢成音四六八大佬的又是520这个风车，真是天哪，霸气霸气啊！给咱们成音四六八大佬的刷一个888，39级啊，你升的好快啊！如果说你还没有关注咱们这个等级最高的粉团，还没有关注过咱们这个主播的朋友，大家可以给主播点关注啊，也可以加入咱们的粉丝团，大家晚上好。赛点局，赛点局，大家觉得谁能赢？觉得谁能赢啊？双方的赛点局啊，双方的赛点局了。哎呀，还是没有逃脱啊，没有逃脱。